平川收林镜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主流的对抗，有人组对抗亡灵，希望大家喜欢啊！友情提醒一下，本场比赛时间稍微的有点长啊，比较适合的催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是 TH 潮汐猎人，出生在地图右下角，是蓝色的人组，没错，又是 FQQ 大 Q 神，上来又是双农民敲祭坛，不造兵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，红色的亡灵，那这个 ID 的话在天地上也经常看见。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，亡灵这边首发的是地穴领主巧强强哥，那这名玩家应该是对 FQQ 还是比较熟悉啊，上来的话首发小强应该是一个开矿的打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FQQ 的一个选择， FQQ 选择的是圣骑士，那圣骑士如果说等级能起来，后续啊游戏体验会非常不错啊，一个人可以追着亡灵一大波部队各种杀。我们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练级点的选择，亡灵的话大概率还是练分矿，我们看一下圣骑士哇，上来的话练这四个怪，那这个怪的等级还是稍微的有点高啊，这一波民兵敲了七个民兵，练完这一波圣骑士可以直接到二级，这一个点练啊，如果说能拼到一个大蓝牌，那这圣骑士就爽歪歪呀。我们看一下圣骑士的运气如何。好，这边小强确实上来直接卖 TP 啊，直奔分矿，还是一个开分矿的打法。那这名亡灵的打算是和对方互相扩张，是吧？看一下，哎，圣骑士打了个大血牌，哎呦喂，差的有点多，是吧？不是大蓝牌。那这一波的话升到二级，找机会去对方家里骚扰一波，与此同时啊，人族应该还可能会继续敲民兵双线练，在正面骚扰的同时，那自己的话背后也在练级，这样的话圣骑士可以快速到三，同时又不会耽误去压制对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第一时间过来还是侦察到了呀，对对方还是比较懂，知道的话亡灵在这张地图上来比较喜欢开分矿。让我来看看，哎，圣骑士被堵在里面吗？好，直接敲你矿盖子，不让你矿盖子弄好，然后无敌扛起来，那现在和对方换战损了，上来圣光要不要带走一个小甲虫呢？这边想挤出来，但是这边哎，补个位置吗？小甲虫补个位置啊，补一个小骷髅的位置，那现在小狗也过来了，哦，无敌时间到，哎呦，这最后一刻竟然破口了，哎呦，亡灵这一波真的是后悔呀，这要是没有把让他对方出来的话，直接逼对方交个 TP 啊。我们看一下小强现在是差四点经验升到二级，这边圣骑士的话两级多，哎，刚才居然没有双线去练啊。好，大血牌直接卖掉啊，确实没啥用，就前期稍微考一下，接着就没用啊，直接买个单船，买单船买鞋子再买一个头环，那现在继续过来骚扰一下亡灵开分矿，这一波亡灵想去对拆一波吗？感觉自己分矿现在有点危险啊，被迫回救，哎呦喂，这人族确实啊精通兵法，是吧？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，那上来又是顶起无敌敲对方这个矿盖子，那亡灵现在回去救好像也救不了，好，那就派英雄一个人过来救，这里随便一戳，哎，有没有到二级，暂时还戳不了，只能招一下小甲虫，那这一波要强杀吗？好，圣骑士也没有硬扛，赶紧交个 TP 回来回防一波，这边三个小狗的话暂时杀不进去，对方有个圣塔加上民兵各种敲，圣骑士回来补一波状态，那现在人族节奏不是特别好，圣骑士状态不是很好，分矿也没有开出来，也没有到三级，这边亡灵是死守自己的分矿，只要分矿能开出来，把双矿打你人族单矿，一切岂不是手到擒来。好，看一下这一波的话人族，哎，真的是投入巨大，拉了十几个民兵直接练这个地精实验室，练完这一波的话圣骑士直接要飙到三级多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六级的石头来能不能出个大蓝牌，是吧？大蓝牌，求你出个大蓝牌。哦，这个的话法师长袍那也非常的不错，直接智力加六，智力加六。好，圣骑士飙到三级，三级圣骑士，二级圣光，那敲一下圣光一下就可以杀一个小四僧，那接下来这个分矿会有点伤了。我们看一下圣骑士这一波开车了啊，要过来骚扰了。亡灵的话现在是疯狂练级啊，先把小强等级往上一提，这等级现在离圣骑士确实啊差的有点远。
而且王林早早就开始升二本，人族的话哈，二本已经升好。我们看一下人族二本升好会不会二发一个英雄，以 FKK 的个性来看的话应该不会啊，这边要单独把圣骑士等级提高到什么八级甚至九级，那游戏体验会非常舒服。那上来的话三级圣骑一过来，王林这个分矿啊又是损失惨重啊，圣骑士会来补一波状态。那这里的话开始造车间了，哎，造车间那意味着对方要这边圣骑士应该是找机会要去挖树啊，放炮塔了。哎，这有三个小农民，要不要买个飞艇？买个飞艇绕到对方后面去吧，去造一个炮塔。哎，圣骑士跑了半天，突然发现哎，还是回来买一个塔比较好，买个塔坯子岂不是更方便？好，没有买塔坯子，买的还是一个进化药水。这一边小强终于是练到了三级，要正面进攻一波吗？这一波小强身上啊，并没有什么保命道具，也没有回城。啊，过来分矿一看，看看人族并没有扩张，那很开心啊。王林说：“我双矿在手，你人族单矿啊，我看你能挖出什么花样出来。”那现在的话，圣骑士是不是要去主矿杀一波呢？这王林现在已经二本了，哎呦，这个塔还是打到了他这个基地，减速减得很难受。现在想进去，这边好像堵口了，能进去吗？哎，我们看一下 FKK 也开始了，确实飞艇带着三个小农民应该是要偷偷过来挖树，但这边有没有落脚点啊是一个问题。啊，分矿这边也是堵住啊，堵口了，那刚好农民下来，可以圣骑士看看能不能单船进去，跑不进去但我可以单船进去啊，有单船就好。王林本以为觉得啊，家里的话主矿分矿堵口啊，本以为可以万事无忧，他没想到，哦呦，这里只放了一个农民下来，啊，农民在敲木头，啊，在砍木头，木头砍好之后，哎，直接要造一个塔了，啊，圣骑士还是坐飞艇进去，进去之后，哎呦，这边的小式神又干不了活了，又得撤，那现在圣骑士在里面可以肆无忌惮啊，随便敲你的基地，这边小强疯狂练级三级半，正面的话进攻也打不进去啊。人族家里的话有五个塔，两个圣塔加三个箭塔，那这一波农民先在这里把这个木头挖掉这个树，然后造一个炮塔，那这个分矿就有点难受了。好，王林在外围拆一下人族的建筑，先把你的车间给拆掉。王林的话二发了一个 DK 主要还是保这个小强的命是吧，源源不断的来 C， 这个小狗是有点膨胀啊，冲到里面去啊，人族现在直飙三百。这里的话有一个蜘蛛进来，哎呦，这个蜘蛛的集结点射到里面去了，没有射到外面。那现在圣骑士扛起无敌拆你建筑，哎，照一下，还是要杀这个蜘蛛。啊，谢谢送的一个蜘蛛啊，经验很不错。这蜘蛛也卡到里面出不来。那这边木头也，这边树已经砍掉一个啊，农民已经开始造塔了，造好之后升个炮塔，那王林这个分矿就盖不起来了。这一波正面想去进攻还是打不进去，只是拆了一个，哎，只拆了一个车间哦，幸好是及时已经点了吗？没有点啊，这个炮塔升不起来，还得补一个车间才行啊，确实在里面赶紧补车间，没有破天，没有车间的话这个炮塔是不能升级的。啊，这里又出了一个蜘蛛，那继续钻地，那这边继续撒粉，两个人就是什么耗经济。对于王林来说啊，没事，反正我有钱，双矿在手。哇，连续撒两个粉，很亏啊。好，王林终于知道，哎，你为什么能源源不断的撒粉啊，原来是在这个地间室里有一个小房子，把你的小房子给 A 掉，看看你还能不能撒。这一波的话炮塔马上升好之后圣骑士就可以撤退了是吧，一切交给炮塔 AAA 把这些建筑全部 A 完。那接下来人族找机会扩张啊，没机会扩张，单矿爆坦克的话那只能打一波啊，一波没打赢那后面就难了。那 FKK 现在暂时是没有机会扩张了啊，外面的话小强一直在疯狂练级是吧，分矿他也不管，这搞得的话有点出乎 FKK 的意外。哎，又有一个小农民过来，圣光一走啊，把你带走了。好，这个炮塔升了个三分之二，马上也要升好。王林的话双英雄继续在外面疯狂的练级，小乔马上要升到四级了。这一边啊，想去主矿这边也要去伐木头，但是农民好像没有一个落脚点呀，在里面落脚就有点是吧不太行，别人会发现你小狗过来挖
好，这个炮塔已经好了，那这个分矿可以解决。那这个矿呢，主矿找不到落脚点呀，这里能不能落下来呢？好，这个炮塔的攻击距离还是有点远啊，矿盖子敲掉，这两个通灵塔也要敲掉。圣骑士无敌顶起来，哎，看你农民想过来修啊，但是圣骑士一个圣光还带不走，要 A 一下再加一个圣光才能带走。这边是出天鬼来打，王林现在大部队还在外面疯狂练级，哇，这里再开一个分矿，那这一局的话王林得到了木偶的精髓啊，你拆我一个分矿，我开两个给你看，是吧？看你拆不拆得赢啊。这边分矿成功拿下，圣骑士的话再杀几个兵，马上要升到四级了。这里的话依然还是找不到弱角点呀，还想找一个弱角点把主矿也 A 掉。好，神骑士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，那单船回家再继续补一波状态。这边已经开始出坦克了，那 QQ 单矿出坦克啊，还是很有想法。这一波两个飞，这个飞艇上两个农民下不来呀，没有地方下。王林现在练级啊 ，DK 升到了二级，小强四级。这一波的话，王林分矿弄不起来呀。炮塔是不能对空的，所以说天鬼可以肆无忌惮的对他输出。好，飞艇绕了一圈，还是没有找到好的落脚点。神骑士在家继续补状态，他补的状差不多，哎，确实装备别忘了拿到啊。差八点经验升到四级，现在飞艇绕过来看，哎，看到了亡灵大部队在这里练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发现这个分矿。哎，这一边圣骑士自己再买了一个飞艇，是吧？自己的单独座驾。好，农民绕了大半个地图绕回来。那接下来看看这个圣骑士怎么干活了。现在人族还是处于劣势，主要是正面打不过。然后分矿也没有开出来，而且亡灵现在又开始拓展分矿了。这里的话圣骑士还要过来把这些残余的建筑全部收割掉，否则一不小心对方又把分矿开出来就难受了。圣骑士杀一个农民升到了四级，四级之后再去主矿屠一波农民，这边能进去吗？堵口了。哎，人族这一波很灵性，民兵敲出来想在这里开分矿，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啊！亡灵大部队就在附近。这一波的话圣骑士现身，主要是吸引一下亡灵的注意力啊，不要发现自己的分矿。四个农民过来要把分矿给开出来。这一波亡灵过来一看，哎，这里的话已经练完了。圣骑士无敌扛起来要杀对方的小狗啊，现在对方已经是三本生好，小狗生了狂暴跑得很快。哎呀，这里两个飞艇，每个飞艇里面有两个坦克，空投坦克刚好被对方给发现了。我们看一下亡灵怎么去破这个局，应该是知道对方出的招了。好，亡灵现在继续扩张分矿，这个分矿看看要不要扩呢，要找机会把这个炮塔给 A 掉。好，圣骑士回过来看看能不能杀对方的几个小狗，是吧？赚点经验。现在圣骑士很想升五级啊，但是地图基本上被亡灵给扫光了。上来 A 一下，哎，杀了一个小狗，哦，这一个一个杀好像杀得很慢呀。圣骑士对方要戳吗？记得顶无敌，这一不小心的话也会被容易给杀了。上来又杀一个小狗，好，无敌顶起来。现在圣骑士一个人守家，后面的话空投坦克，四辆坦克空投。亡灵现在亡灵的打算是出一个天鬼，哎呦，你一个天鬼打不了对方两架飞艇啊。那这一波四个飞艇下来，哇，第一时间直接这把矿盖子给掀掉了。哎呦，这边还想用飞艇把坦克给空运走，那有点难。好，圣骑士单船过来交个 TP 吧，把坦克给带回家。哎呦，被对方一发戳，一别杀，千万别死。好，赶紧交一个回城。这一波带了多少辆坦克回去呢？哎呀，哎，最后一个坦克，哇，竟然没有 A 掉，这四个坦克完美带回来。那这一波圣骑士立功了呀，成功把四个坦克带回来啊！现在人族啊，终于有一个分矿了啊！刚才是单矿是吧？精打细算，那现在偷偷的开出了这个分矿。他感觉这个分矿好像也踩不了多久，以亡灵现在的个性是想各种开分矿，他恨不得把地图所有的矿都开掉。这一波小狗过来啊，终于要把这个炮塔给解决了。那这个分矿又成功运营，亡灵还是很开心，还是双矿在手，是吧？天下我有。那这一波亡灵三发了一个巫妖，提高一下部队的输出。那人族现在是，哎呦，非常非常的抠。
慢慢的回，是吧？也不吃药膏，慢慢的南屋，慢慢加，没办法，现在人总要精打细算。哎，这里的话，小狗倒是没有去硬 A， 没有去硬 A， 应该是要出天鬼才能打到，因为它在树里面。我们看一下这波亡灵选择继续练级，把地图继续扫完啊！现在小强即将到五级了，这五级小强你圣骑士好像升到六级也很难打，毕竟对方后面还有 DK 源源不断的 C。这一波好圣骑士看能不能灵性发现，哦哟！好，这波的话一声及早的空投了坦克，那又可以把这个分矿给敲掉。这一局圣骑士好像屠能也屠能了几十个啊！看看圣骑士这一局能不能到个六级七级之类的。现在两个坦克两攻一防很硬，避难随时可以用，可以救一辆坦克，另外一辆坦克看看要不要交个 TP 啊。这个飞艇想找机会把这个坦克给运走，但又不舍得，想多 A 几下。哎，这还有点贪啊，把这个一身血的先给带走，这个血多的是吧，随便你 A。 哦，还是被对方给蜘蛛给网下来了。而且与此同时，这边亡灵已经发现人族这个分矿，那现在人族还是很难呀，分矿被发现，自己依然还是要单矿打对方的一个多矿。这一波的话，哎，单船吗？单船，哦，没有 TP 这一波，那这一波四级圣骑士阵亡，哎呦，祸不单行啊！这上来送两辆坦克，送一个四级英雄，再加上自己的分矿也没了。那这一波人族基本上可以打GG了呀。不过啊，这名人族选手是 FQQ， 所以 FQQ 没有那么容易这么早投降的。我们看一下 FQQ， 看看有什么办法啊，绝地大翻盘一下。亡灵这一波很壮呀，他杀了两辆坦克，是吧？杀了一个四级英雄。好，这波英雄直接买了出来。圣骑士去外面干脏活，记得要交 TP 呀，没有 TP 真的非常危险。这一波的话，看看人族又继续空投坦克拖一下时间，那这一波很烧啊，坦克一过来又是有去无回啊，没有圣骑士无敌带他们回，分矿也被拆，坦克接连被对方给 A 掉，这一波的话已经阵亡四个坦克了。圣骑士好在家慢慢补一下状态，我们看一下人族主矿还有2400块钱，然后这边也有1000多，加起来的话一共有3000多块钱，还可以继续花，是吧？省着脸花啊，作用还是很大。哎，亡灵这一波 TP 到里面出不来呀，那找机会要买个飞艇啊，飞艇把自己给带出去。现在的话，继续拆这个矿。圣骑士只要复活成功啊，那接下来就是拆建筑，配合自己的坦克。不过现在坦克不是很多呀，坦克现在要省着点用。两辆坦克又朝对方的这个分矿还是主矿呢？啊，朝主矿过去，但是这刚好对方部队在里面啊，出不来。那这两个坦克要拆一下，赶紧撤啊，不要被对方给带走了。好，这一波看看圣骑士马上要杀到五级了，这三级的小甲虫啊，经验还是很多的，多 A 几下啊，平 A， 我圣官都不想用。拆个89点经验。坦克还是完美的把这个分矿给拆掉了，这两个坦克过来一看，哎呦，发现对方的大部队还在，哇，亡灵居然舍不得买个飞艇，而是直接啊把这个通灵塔给卖掉，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奇葩。好，圣骑士过来一个避难，把坦克保回去，然后杀几条小狗，那马上要升到五级了，五级圣骑士，三级圣官，这个作战能力又更上一层楼了。这一波，哎呦，这个坦克被对方给围住啊！避难的 CD 还没有到，还有30秒，那这个坦克应该是没了。这一波自己不要被对方给围住啊！亡灵现在是哎，给自己到了一个反魔法队，那很强啊！圣光的作用大打折扣啊，基本上 A 不动，要平 A 把这个魔法队给 A 掉再说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亡灵的话还是一矿主矿，分矿的话都没有开出来啊，双方居然打成了一个单矿打单矿。好，人族趁此机会又开始开分矿，这一局比赛 FQQ 又开始发挥自己的啊，一个英雄是吧，配几辆坦克，直接把对方打得和自己五五开了。那接下来坦克数量不是很多，要靠圣骑士一个人过来拆，关键是坦克经常是有去无回，圣骑士的话有一个无敌是吧，对方抓过来还能用无敌稍微扛一下。哎，对方大部队过来了，这一波
啊，直接把无敌给交出来了。那现在亡灵还是一个矿，人族这一波想开分矿还是被亡灵给发现了。不得不说啊，亡灵这个侦察意识也是非常的强。这一波终于找机会要把这个炮塔给解决了，神奇是在后面蹭蹭经验，哎，看看这个女妖杀掉是可以升到五级吗？那对方又跑进去了呀，四级 DK 啊，一个二级 C 也把他给抬回来。那现在神奇是找机会看看能不能蹭个小兵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四升，要不要去把他给带走？好，装着没看见，装着没看见。这里的话有一辆坦克，这里有个飞艇。好，那还是来打一波野怪吧，正面去杀对方兵有点难，打一波野怪升到五级再说。那亡灵现在要选择进攻了呀，啊，人族继续敲个小农民过来，但是队里有个钻地的小甲虫啊，哎呦，小甲虫过来和对方正面刚一波，亡灵小大部队过去，有必要吗？真的有必要吗？好，亡灵继续开分矿，这边圣骑士终于练了一波小鱼人，升到了五级，五级圣骑士啊，三级圣官，哎，这个圣官输出又增加一个档次啊。人族主矿还有90块钱，马上采干。塔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塔主矿还是有点多。这边坦克已经三攻一防了，三攻的坦克拆建筑非常猛啊。好，圣骑士现在五级了，三级圣官，一个圣官带走一个农民，这边又空投了一辆坦克过来。这个坦克玩的真的是出神入化啊。亡灵也是非常有耐心，和对方各种耗。亡灵大部队还得回防一下，这不回防不行。这五级圣骑士确实是有点猛。好，坦克打成一丝血，直接避难回去。哎呦，这美中不足啊，这个飞艇又被对方给网下来了。那飞艇要被对方给带走了啊！圣骑士继续 A。哇，这愚公移山的精神啊，一个一个 A， 把对方三级基地给 A 掉。好，赶紧单传回来补一波状态。亡灵现在是一个分矿在开，加上这个主矿，好，马上要双矿运营。但是现在亡灵也不是很乐观。人族我们看一下，攒了1500块钱。我们看一下亡灵，亡灵只有500块钱，还是有点亏。不过亡灵现在正面还是很猛，三英雄等级非常的高啊，542。这个坦克下来，哎呦，没有达成自己想的一个目标啊，还是被对方给带走了。五，这一波我们看一下，人族直接标了4辆坦克过来，4辆坦克后面还有3辆，7辆坦克。好，这一波7辆坦克过来，应该可以打一个不错的效果，应该可以把主矿这边拆得七七八八。但关键是坦克啊，不要死太多，圣骑士可以找机会避难一下。好，这一波圣骑士看看是不是要想先自己把对方的注意力吸引一下，然后坦克疯狂的拆。那坦克先先行，好，双线进攻。我们看你亡灵救哪个矿，救主矿还是分矿呢？亡灵现在是想出阴影，但是对方已经发起了进攻。好，这一波7辆坦克啊，直接 AA 对方这个主基地。那主基地一 A 修是修不回来的，7辆坦克三攻的坦克拆建就真的是非常的快。这一波的话，圣骑士也在敲这个分矿的矿盖子。哎，亡灵这一波难道资源真的要被断了？人族这可是最后一波啊，钱已经花的差不多啊，只有300多块钱了，家里都还在出2辆坦克，这坦克还在补，但人族这一波已经是啊破釜沉舟了。这一波要是没有成功，那人族真的是没有钱了啊。五，人族刚说没有钱啊，原来家里偷偷再开一个分矿，好吧。LQQ 这一波是双线进攻，然后被迫开分矿，但是这一切的话还是被亡灵给发现了，所以亡灵现在小甲虫过来硬刚一波。好，主矿这边的话拆的，哇，一眨眼真的就拆的差不多了呀，直接把主矿给拆完了。现在5个小时3疯狂修疯狂修，矿盖子还是要拆掉。圣骑士赶紧过来保一辆坦克啊，有避难，看看带走一辆坦克。哎呦，这个坦克，那个坦克，一身血能保回去吗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哦，还是来不及了。那这个最后保这辆坦克吧。现在是坦克和圣骑士疯狂 A， 这边为了防止对方的圣官，全部戴上绿帽子。好，还是把这个塔给 A 掉了。哎，这2辆坦克过来，稍微的有点啊，有点落后啊，应该找其他目标去 A 一波。好，这一波拆完之后，人族要赢 A， 你敢信？这人族突然形势大变啊，
身上，把自己分矿开起来，然后王陵主矿被拆干，现在只剩分矿三个建筑，但是自己顶不住了，赶紧交一个回城，或者圣骑士没有蓝了，这个坦克也带回去了。那这一波坦克，哎呦，被王陵给围住了，这他就疯狂的跳舞。好，这个坦克也过来侦查一下，发现王陵想开分矿，但没有开成功。这个分矿，自己这个分矿的话，哎呦，圣骑士如果能多撑一会儿就好。现在分矿两个塔，撑不了多久啊。感觉这一波被王陵给拆掉，那自己的话好像成本都没有收回来，很亏。圣骑士正面守是守不住的吧？那过来赚一波小经验也可以。圣塔先把先手动控制，把对方女妖身上的蓝给抽光，到时候对方绿帽子套不起来，是吧？哎呦，这小这的话 ，DK 一发 C 又把这个女妖给抬回来了。好，升光，来一个升光吗？要平 A 啊，还是来一个升光？这个分矿的话，还是要被亡灵给打断呀。打完之后，哎呦，伐木机器人被带走，这边 DK 升到了五级，现在是双五加三，五五三的一个等级。人族圣骑士啊，只有六级，英雄等级并没有占优势。这个坦克是最后一个建筑吗？哎呦，这亡灵的话，主矿又偷了一个大墓地。那拆完这个人族，本以为也要赢，没想到对方又偷了一个基地。圣骑士再来赚一波经验吗？哎，平 A 平 A， 要圣光吗？要你要圣光的话，那前面这个追了半天就白追了，是吧？有点浪费啊，还是平 A 把它给带走，这样省一点魔法值。我们看一下小地图显示是有错的啊，都是显示很多亮点，那其实只有一个建筑啦。这一个建筑一拆就没了吗？这辆坦克看看是不是要立功？那现在狂小狗拆坦克 ，A 坦克还是 A 的很快。圣骑士啊，在这边再看一下，保守起见，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建筑啊，并没有。那继续绕过来，坦克没有坚持住啊，坦克没有坚持住，那靠圣骑士来。圣骑士的话应该升的是三级圣光，三级无敌，是吧？不可能升复活，三级无敌过来。那现在开着无敌来拆，那你开着无敌来拆，时间一到怎么办？你要单船撤的话，对方有个小强，有个戳啊，小强这个戳是可以打断你这个单船技能的，所以小强还是和圣骑士还是悠着点，不要被对方给围住，你毕竟是没有回城的。好，外面农民也是在各种侦查，看亡灵有没有继续去开。哎呦，亡灵又在分矿，又偷了一个大墓地，两个大墓地。这亡灵想人族想去拆有点难。我们看一下，人族现在只有304，亡灵还有300多，也就是说他还可以再造一个大墓地。感觉打到残局的话，亡灵还是占优势啊，正面更强是吧？钱还比人族多一点。那人族现在把钱花掉了啊，最后一点钱都花掉，只有64块钱了，64块钱怎么打？这边好一个农民上飞点，还有一辆坦克。现在人族作战单位啊，就有一个圣骑士加一辆坦克，外面基本上没东西了。但是亡灵的话，两个大墓地，再加上一个通灵塔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残局 ，FKQ 怎么去打？主要是看坦克啊能不能多赚一点，是吧？坦克拆一个建筑，然后圣骑士无敌扛起来继续拆，关键要找机会把亡灵这个小四僧给解决，否则亡灵英雄去卖点装备啊，又能攒一波钱啊，攒到钱之后又可以造大墓地。好，圣骑士过来的话要开始平 A 了，就靠圣骑六级圣骑士平 A 把对方给建筑给带走。这一边农民过来，哎，还想找机会远程采矿吗？那对方有小甲虫加阴影啊，准备的非常妥当，还是要把这个农民给解决。哎，圣骑士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圣骑士好，用无敌躲了对方一个三级 C， 对方大部队过来是吧？不能够在这里逗留啊，否则对方到时候来一个围杀就难了。哎呦，想杀一个女妖。女妖一杀才有机会杀对方英雄，是吧？因为有绿帽子的话就不好杀了。好，把对方女妖给杀完，那现在亡灵没有女妖了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四僧，找机会去把这个小四僧解决，小四僧赶紧撤。哎呦，跑了半天哦，还是被对方给发现了。好，亡灵现在是没有火种了啊，应该是没有火种了。
没有获中，钱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王林的话，哎呦，还有100多块钱，那还可以造农民，因为他有人口，还有钱，继续可以造。这个残局的话，人族还是很难打呀。六级圣骑士啊，继续女巫引个身啊，继续去搞事。这边好像又看到了一个阴影啊，看到了这个影子，赶紧过来。哎，但是现在圣骑士往哪边走，他并不知道。小强差个11点经验，马上也要升到六级。那小强六级大招好像用处不大。好，现在看看坦克了，这边有一辆坦克空投过来，好，可以拆一个这个基地。这边圣骑士也过来拆，又是双线进攻啊。MQQ 非常擅长的一个打法。王林看看守哪个呢？王林的话还是想去主矿来守一波，把这个坦克给解决。这边有一个蜘蛛啊，蜘蛛可以把飞艇给网下来。好，飞艇赶紧上树。那这边挂在这里，你敢走，那我现在就继续空投。然后圣骑士在面面平 A 地方的这个建筑，哇，真的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啊，非常不容易。大部队赶走吗？你走，我坦克就下来。哎，我空投秀飞艇。好，蜘蛛准备好。哎，能往下来。哎呦喂，这一波秀翻了呀，秀翻车了。这蜘蛛钻到里面去啊，直接把你这个飞艇给网下来。那现在啊，本来是一个完美的局，那现在推完飞艇被网下来，坦克也要被拆。圣骑士想过去救一波，我们看一下能救到吗？这边还是单船回家，不敢来这里，来这里的话也被对方给杀掉，所以说只能放弃这个坦克了。那现在坦克没有把这个基地给拆掉，王林现在还是有两个大墓地啊，六级圣骑士，但是理论上来说的话，圣骑士只要谨慎一点，还是可以把对方建筑给拆掉，因为他每次过来用三级无敌是吧，无敌，然后在无敌的时间尽量多 A 几下。A 完之后无敌时间快到，那就马上跑，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族还是可以赢的。现在家里两个男巫一个女巫，两个男巫疯狂加血。哎，这个对，手动控制一下，因为它会自动跟随。人族现在是远程采矿，能采一块就采一块，但这个小甲穷啊，不给机会。巫妖过来要去卖装备了，是不是要把毒球把这个球给卖掉。这一波圣骑士，哇，王林又补了一个地穴呀。哎，一个圣官想把一个小师尊给带走，蜘蛛赶紧钻地是吧，你敢飞艇过来，那我又找机会把你给网下来。那这一波王林要开始卖东西了呀，卖一波东西攒点钱是吧，再出一个小师尊又可以造大墓地。这边而且还想把分矿重新给开起来，这小师尊越造越多，关键还有加血车呀。王林过来一看，哦，这里的话对方还是没有开出来。那现在王林卖了一波装备，又攒了一些钱，感觉分矿有希望把它给重新运营起来啊。冰塔一升，啊，人族再花点钱照一下，哎，发现对方分矿又在搞事，好，暂时没有阴影啊，本来想还想杀个阴影。好，一个圣官杀死了这个小师尊，这边圣骑士飙到了七级。很不容易，不过圣骑士身上装备啊，到时候实在没钱啊，也可以卖一波，卖一波看能不能憋出一辆坦克出来。好，又杀了一个小狗，这一波王林好像有点难受了。啊，王林大部队去外面练练级，赚点小钱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人族34块钱，王林还有112，112的话，大墓地是造不了了。现在有两个大墓地啊，一共有4个建筑，还可以撑很久。人族要是没有坦克的话，靠圣骑士平 A， 这花的时间会有点久。哇，这 FQQ 有点坏呀，看到没有，这边已经提前上岛了，也就是说万一自己的圣骑士阵亡，那他要和对方耗时间。哎呦，有点坏。但现在王林还是有机会把飞火给开出来，你要圣骑士死了，对方还是能上岛把你给 A 掉啊。我看一下，现在王林现在找机会啊，继续去练级啊，赚点小钱是吧，反正想尽一切办法啊，赚点小钱。这边的话七级圣骑士又是隐身过来开始拆建筑了，看到一个小四僧啊，一个圣光把他给带走吗？还是说先敲两下让对方修，多耗点钱。
好，一个圣光带走啊，这一边的话亡灵在这里练级，哎，圣骑士能不能过来抓一下对方练级啊？这要是能杀个 DK 大赚特赚啊。九级石头人练完又打了个勇气勋章啊，哇，这个装备可以卖很多钱，亡灵赚了呀。圣骑士现在还是想找机会去搞事，但现在有点拆不动啊。这里有阴影，有小狗过来的话，哎，平 A 一下，好，把小狗给带走。不得不说啊 ，FQ 哥真的是一个英雄可以玩一年。反正身上有一个啊法师长袍，是吧？慢慢回蓝，然后回家有加血的，有隐身的啊，一切不愁。一个英雄确实可以玩一年。亡灵单传回来啊，六级小强单传回来，要解决一下这个圣骑士吗？啊，圣骑士蓝不够，没错，哎，小强还是打得赢。如果圣骑士很多蓝的，还打不过他，毕竟对方有三级圣光。啊，圣骑士又来分矿 A 一波建筑，那亡灵没有耐心了呀。亡灵说：“我跟你耗那么久干啥？我直接冲你主矿，把你这些基地拆完，我就很开心。”但是这一波人族塔有点多，这五级 DK 过来的话，直接被打成了一半的血。那圣骑士又开始愚公移山，水滴石穿，慢慢敲。这一波的话，巫妖输出有点高，慢慢点塔，后面有个加血车，慢慢补。哎，这个蜘蛛稍微拉扯一下呀。蜘蛛是为自己的英雄在扛血吗？啊，圣骑士想单传回来，那被对方一个戳打断了，所以圣骑士暂时回不来。回不来的话呢，继续平 A， 把对方这个通灵塔给 A 掉。现在亡灵是没什么耐心，想去正面拆。啊，确实啊，被动防守有点没意思，不如主动进攻，拆拆对方的建筑，给人族一点压力。人族万一是吧，出了一个漏洞。把他的这个六级七级圣骑士一杀，那就稳了。哇，这又开始啊艰苦朴素啊，慢慢拆，看看谁拆得快。亡灵正面部队多一点，但是人族建筑也是多一点，而且这边随时农民已经开始挖树了啊，挖完树到时候英雄卖点钱多造几个建筑，很可能会打成一个平局，是吧？然后语言挑逗一下对方，对方没准就退了。哎，这边六级小强有点小不通啊，这和对那硬刚，你六级大招没什么用的呀。好，想用六级大招和对方耗一下，圣骑士，哎呦喂，这小强冲动了呀。好，隐身的南屋卡个位置，这六级小强直接被圣骑士给带走，圣骑士这一波马上要升到八级了。这亡灵有点啊，残局能力有点啊，没有冷静。南屋过来，哎，驱散一下两个小甲虫，三级小甲虫驱散一下，现在升到八级。好的，这小强阵亡，直接把这个圣骑士升到了八级。八级之后 DK 都很危险了，因为现在亡灵没有女妖，没有这个反魔法盾，所以现在，哎，小甲虫又过来送经验吗？啊，继续驱散一下圣骑士，可以奶一下自己的南屋。这个甲虫及时钻地，但现在又慢慢平 A 啊，这亡灵还真有点拆不过对方。亡灵现在要拆的建筑实在是太多了，哎呦喂，这个六级小强阵亡真的是非常的亏啊。本以为双方还是五五开，突然小强有点想不开，和想这个七级圣骑士硬刚一波，那 DK 不在啊，小强还是要悠着点。那现在这一波人族慢慢敲，要把这个大墓地给敲完，敲完之后亡灵只有两个建筑啊，这人族有很多建筑，不过亡灵这一波的话拆塔拆的还是有点多，巫妖还是很高啊，一个人疯狂的拆，这边加血车慢慢补，好，换个方向继续拆吗？这感觉拆不过，还是要回防一下。那亡灵还是决定回防一下，但是你现在想回防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呀，这个建筑马上拆，亡灵拆完这个只有两个建筑了。人族可以考虑卖一波装备啊，出几辆坦克啊，现在啊出辆坦克拆得快一点。现在亡灵就两个建筑，看一下的话人口卡住，虽然说钱还是有，还有300多块钱，但人口卡住，英雄暂时还是出不了。五上来杀了一个南屋，这边有阴影啊，这个南屋好像也要死，这一波人族付出的代价也是有点高啊，死了两个南屋，后续圣骑士的补给也成大问题。
不过这一步啊，两个难物为圣骑士还是拖了很多时间。这个建筑马上也要拆了，哎呦，再拆下去的话补不了农民啊，那现在也出不了农民，因为没有人口。马上来想去杀一下这个八级圣骑士，杀不了。哇，这一局人族居然赢了，亡灵打出了气气，我们恭喜 FQQ， 这也行啊。这一波的话还是六级小强的死是一个关键啊，亡灵还是冲动了。好，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